哦，我自己都有点鸡皮疙瘩啦 ！Oh my gosh！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《地球防卫军 4.1》。好，那这款游戏呢，现在准备要出五代了哦，好像已经差不多要发售了。但是老头呢，从来都没有玩过这类型的游戏。那这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游戏呢？啊，我在这边先跟各位啊稍微警告一下，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啊，请你不要进来。如果呢，你觉得这密集恐惧症你可以接受之外呢，啊，还很享受这种虐杀敌人的这种快感啊，欢迎你来玩这款游戏，好不好？那这款游戏呢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地球防卫军嘛，就是外星人入侵，然后呢，大量海量的外星人入侵，然后呢，你要在里面扮演其中一名小小的士兵啊，不管是士兵还是小小的什么剑士啊，管他的，反正就是一个小小士兵，然后呢，去做这些战斗，然后以及就是击退这些外星人啊，拯救我们地球上的人类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用这个 Steam 在玩哦。那 Steam 的话有汉化可以装，那但是PS4 版本目前好像没有。有的话，那一款老头买了被雷了哦，那一款老头买了被雷了，那一款300-400块而已，结果它只是个外传。还我就奇怪，它是繁体中文，但是玩下去怎么感觉那么阳春？怎么跟我之前所看到的画面不一样？所以说呢 ，PS4 版本的我是比较建议啊，各位不要去买。PS4 版本的是只有英文版啊，如果你有看见 PS4 版本是有写中文，那个是外传，不要买啊，真的不要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齁。那老头呢有稍微玩了一下，个人觉得还蛮带感的，这款游戏真的感觉给我感觉真的蛮带感的啊，我就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吧。然后呢，他早期呢，因为我可能是有买资料片的关系，有买 DLC， 所以说他的这个士兵种类有分四种啊，羽翼啊、空袭者、剑士啊，就多了这些啊。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再试试看要怎么玩。我们先玩最简单的游击兵好了，好不好？武器的部分我们暂时先不管，好，我们就先用最基本的啊。不过呢，调整装甲，最大。更改装甲，这个是干嘛的？看不懂，没关系哦。不过我们可以先改个颜色啊，让你变成老头喜欢的颜色哦。怎么感觉好像一样丑啊？算了，好吧，我们就用我们游击兵来打一场。我们先从最刚开始玩好了啊，让大家熟悉一下。你看，外星人是蚂蚁大军，吓死人了啊！我们呢就来玩一个普通模式就好了，不要玩太夸张，不然会死人，好不好？来吧。这款游戏呢，还蛮适合啊拿来发泄的。虽然画面材质感觉挺溜工的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比起《真三国无双》，这算是一个另类的发泄游戏吧。我是这么认为。按下 Shift， 翻滚是哪一个键啊？怎么突然不会用了？没关系，开杀！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。杀！啊，那个已经死掉了。哎呦喂啊！好，我们可以换火箭筒，把我们全部炸光光。好了，虽然一次只能发两发而已。那边有这个武器箱，这武器箱捡一下，捡一下。Nice， 有武器箱就捡。进入战斗画面，空白键本来是跳跃变成翻滚的，它是自动做切换的。死呢！死呢！Elmo 子弹，死呢！嫩，通通都拿去做基金，丰富的蛋白质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不觉得这是外星人。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巨大化的昆虫而已啊！巨大化的昆虫来着的，然后各种尖叫声，各种尖叫声啊！救命啊！他们要吃我！大概就这个样子。Yes sir, yes sir, yes sir。再来啊 ！Yes sir， 没炸到。死呢！妈一直来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快要清完了。好，这边清理完毕。好了，接下来哪里？哪里狗头？什么 bug 呢？为什么会没有字幕啊？我是不是把字幕给关掉啦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跳过
过场动画。这个应该要给它打开，好，把它关闭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显示字幕那种东西、欸，好，算不管了。Yes sir, yes sir。哇，好多武器箱啊、哦！我那个绿色的，我印象中是武器箱，先去捡了。好，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，我先去捡这个东西。你走太慢了。Yes sir, 我也可以喊吗 ？Save me。哦，没有人要理我，可怜的边缘仔。哦，可怜的边缘仔！哇，太夸张啦，蚂蚁也太多了吧！保护人民是我们的使命。杀杀 gay 哦！哎，我杀自己人哎、欸，杀看看。哦啊耶加！哇 ，I'm sorry， 我不知道射到你会受伤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呀、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手滑了，按下了扳机。人类可以射吗？我靠，人类铁做的哦，这些演员全部都金刚不坏吗？全部铁做的，全部铁做的。来捡武器箱，耶、yeah ，获得新武器，难得，卖球卖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了解，管他捡就对了。You like it? That's good. 哦，哦是哦，啊，炸飞自己啊！啊他嘞，哦，他居然没事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有体会飞天的感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要去哪里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小姐。小姐，你哪有没去啊？好吧，小姐失踪了。哦，前面更多，我靠，也太多了吧！哎、欸，这真的有密集恐惧症的，千万不要来玩这款游戏了，真的很扯，超级扯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自己都有点鸡皮疙瘩啦 ！Oh my gosh！啊！太夸张啦！哇，炸死自己啦！哇，我要被围死了 ！No！ 军人永不为奴，为了部落，好，为了地球人民，恶心，去吧！为了地球，哎呀，把我摇起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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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哦，凶残！凶残！啊！完了，我们要被包围了，我们军队要被击退了，我们要被击退了 ，Oh my gosh， 别过来，走开 ，Oh my， 太刺激了 ，Holy shit， 哇，蚂蚁力量大，杀死他还有千千万万个他，射好射满了，我又被咬起来了，射咬屁咬哦。No， 我已经看不见我人在哪里了，我要被千丝万剐了，千刀万剐。哦有呀 ，None， 哦飞高高行，这到底有多少啊？去死吧你们 ！Oh yeah， 呜呼 ，Scare。好、哦，数量越来越少了，可以。哦，他们还有显示血量的、哦。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擦枪走火在所难免，请见谅。好，我们大胜利了。yeah， 大胜利了，更笑死了。我看我们拿到什么东西？我们拿到获得道具不少哎、欸，空龟小米蛙哥，装备力量提升。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那个武器空龟、哦，我们还有多这一把，这狙击枪、火箭筒、空龟，我靠，空龟长这样子啊！伤害400，我们来拿这个好了。然后这边还多了3把榴弹枪，哇！我们把我们的这一把改成空龟好了 ，nice！ 哦，调整装甲，
我们可不可以调整最大？啊，算了，我还是不会弄这个。来吧，继续，我们从第二个开始，伤害的蔓延。哎，好玩哎，我真心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。我是说真的，还不错玩。他五代的话，我一定也会买。好，如果五代 PC， 五代的 PC 有出中文的话，我一定买 PC 版。好，那 PS 4只有 PS 4有中文，那就算了。好，我们看情况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空龟。哦，自瞄，太远了不算数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我按了不鸟我啊，是太远了不算吗？好，按住了，请发射子弹好吗？也太久了吧！可是，哇 ！Oh my gosh！ 呀 ，Holy crap！ 原来这个是这样玩的、啊，难怪瞄这么久。他这个扫描速度有点慢哦，但是破坏力惊人。他直接把一栋给炸下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有趣，有趣，有趣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哪里还有更多的？啊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有点久，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快点！干老师，你炸弹小啊！算了，继续下一波。我们的炸弹留给下一波的敌人好了。啊，那从头瞄到尾其实还蛮累的，可能大致上要瞄个十秒的时间点吧。难的，难的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哥啊！我被甩跟狗一样。完蛋了，我没有火箭筒，我有点后悔拿这武器了，不能改吗？席内，席内，嘿哈嘿哈，嘎！哇，他们全部在跳，我、哦、跳了，啊，跳了，跳了，啊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，啊，跳了，啊，跳了，他们要开始跳踢踏舞了。而且你看这些，其实还蛮诡异的，是这些蚂蚁的血居然是红色的啊！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蚂蚁的血是什么颜色啦，但是红色也太诡异了吧！啊，谁呢？谁呢？结束了！哇，一番激战过后，场面满目疮痍。啊，有武器，哥先去捡了。没有要理你说什么啦。啊，胜利胜利，捡 ，yes， 还有时间，大胜利，噔噔 ，oh yeah， 获得什么？没有新武器欸，这些空龟可不可以合成啊？我们拿到相同的武器这么多把。好像没有办法做合成，而且写 level 0， 我要怎么让它变成 level 2？ 啊，相同武器没有办法合成吗？啊，这边有什么强化机制之类的？有意的战争女神啊，那打看看，打看看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武器要换一下了，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空龟了，至少弄个榴弹发射器好了。啊，这感觉比较帅一点。OK， 这次我们改榴弹 ，Let's go。Yes， 好玩呢。另外一个职业，空袭者，榴弹 ，Oh yeah，Oh yeah boy， 知道我榴弹的厉害了吧你 ？Oh yeah， 我也不管人民了，谁管你啊？滚啊 ！I'm sorry。还是乖乖的好了。啊，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啊！人民的牺牲是必须的，没有牺牲就没有荣耀，奔向荣耀吧！啊啊啊啊啊！他们全部杀光，全部做蚂蚁汤来喝。哎呦，恶心！啊，这些蚂蚁拿来做蚂蚁汤，我也不吃。虽然是丰富的蛋白质，那还有没有？在哪里？
哦呦，在这里。人还有吗？哎，如果在路上你们看到这么大一只东西啊，你们会有什么反应？过去跟他打招呼吗？还是用神奇宝贝球驯服他？啊啊！如果是我啊啊，跟他打招呼？没有啦，还打招呼嘞？跑都来不及了。洗内，人洗内。Idiot！ 好，跟着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啦，反正跟着喊就对了啦，好不好？当你想要融入人群的时候，就必须这么做。虽然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是你就跟着他做就对了。啊，保准你交到好朋友。啊，我说的没错吧 ？Yes sir！ 啊，学他们 Yes sir！ 哎、啊，这边还有一只蚂蚁躲在这里面，在躲啊，在躲啊。看到现出原形了，嫩。好，结束。还有啊，有没有炸到？太远了，炸不到。太远了，反而没有爆炸的效果、欸。哎，是我错觉吗？蹦蹦蹦蹦，没有，没有蹦蹦蹦。这边没有做好哦，距离这么远没有爆炸效果，那是没有做到那里吗？Bang! Reload! Reload! 爆了！结束了吧？结束了吧？嗨，你好！哎，可恶啊！哎呦呦！嫩。好玩，好呀！原子翻转器，我们有新武器了呢。哦，这个是不是最后一波啦？我们把最后一波打完啊！啊，我们拿一下原子翻转器嘛。特殊武器，哇塞，这个感觉很酷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来再打一场，好玩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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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被黏住啦！救他们，要被 play 啦 ！SOD 流程，我靠，红蚂蚁，怎么还有红蚂蚁出现啊 ？Go go go！ 这是什么杀虫剂啊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射就对了。哇！救他们！救他们！把他们射下来！救他们 ！Oh my god！ 他要把他们吃掉！大成功 ！Yes！ 这边还很多，能救多少就救多少。谁呢？不要杀他！卖差啦！我靠，这有够硬的！结束，还有哪里？哦，还有这里，他妈超远！我现在拿这个完全喷不到，不知道干嘛、啊。这还不能装填呢，那个什么能量特殊武器看不啊？我看不懂那种特殊武器是干嘛的？怎么有人在那边嗯什么东西啊？好啦，别吵啦，我真的在射了啦！完了，他正准备把它吃掉，我来救你。好，他被吊上面是疯狂甩动。哎、欸，他是被吃了。哦，没有，他没被吃，差点被吃掉。我要把蜘蛛王给打掉啊！
死呢！哎、欸，还没掉下来，他爬旁边，结束了。Oh yeah！ 终于，蜘蛛大哥，超大型的蜘蛛大哥哦，胜利 ，victory！ Oh yeah！Yes！救完他们了，没有新武器，这一关没新武器，下一关是什么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。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，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呢，也希望你们把这影片分享出去哦，以及按那个喜欢或在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这个系列真的不错玩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呢，我们再继续破我们的这个游记兵的这个剧情哦。然后这到后面会有其他三只角色嘛？其他三只角色的剧情会不会一样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，好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这款游戏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